大家好，我是李老师。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一句网络流行语，我太难了。我太难了这个句子可以用在当不好的事情发生，心情不好或者压力很大的时候。比如，我的钱包和手机都被小偷偷了，我没有钱吃饭和打车了，我太难了。还有，我每天工作压力很大，现在赚的钱都不够花的，到月末就要吃土，我太难了。还有，我没钱，没房，没车，找不到女朋友，我太难了。好了，还有什么情况下可以用我太难了呢？请在下边的留言区告诉我吧。再见。